你是来工作还是休闲度工假？作。我两样都有，工作和休闲度假。你是想和我搭讪吗？没有没有，我的意思是，我只是很期待。我们来这里是代表我们的祖国，我认为你应该记住这一点。啊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你现在知道了，所以别再啰嗦了。